好啦，喺我身边嘅有高君然。高君然肯唔肯接受我啲硬食一嘢挑战先？好啊，嚟啊！嗱，就20秒钟之内，如果答啱我一条问题嘅，就我捐钱啦；如果唔系咧，就你捐钱俾狗狗知噶。OK， 好。好啦，条问题就系咁样嘅，谜面咧就系、是。唔使計時住嚇，我講完咗先俾佢計，多啲時間諗下。謎面咧就係點解 Dada 成日都俾人欺負咧？嗱，依個係謎面啊。OK， 謎底咧就係估一套電影嘅名。OK， 計時20秒時間。呢一套電影俾少貼士你啦。呢一套電影咧係一套外國嘅電影嚟嘅，唔係港產片。嗱，仲有呢一套電影咧，係曾經好多集嘅，好多集嘅。Dada 俾人欺負，係啊，點解？我就點解俾人欺負？爆炸糖啫喎，係啊，點解俾人欺負 ？Dada 有咩特色咧？爆炸糖咯，夠曬鐘啦。好，真係唔知啊。好啦 ，Dada 點解成日俾人欺負咧？咁、那個謎底咧就係一套電影。咩電影啊？頭先電影名稱就叫做《哈利波特》欸。系啦，即系都系呢啲噶，呢啲噶啦。好，就捐捐俾狗狗啦。好啦，你又捐，我又捐啦，好嘛？一齐捐，多谢你啊！希望尽快可以筹到更多善款俾狗狗之家。哈利波特一二三。好，多谢高欣然。2014院少祥硬食博览嘅优先订票已经开始咗啦，大家快啲上881903.com click 入去。阮少祥2014硬食博览嘅网页就得噶啦。